之正行，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解脱，甚至呢当下解脱啊，念下来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啊！所以，如果你有这种对真相真实的了解，那你就可以脱离这个分别心，有了分别就会轮回生死，甚至呢，有了这种缘起无我的空性，了解众生对我们的恩，唯有生命的意义是在帮助所有生命离苦，这就是生命唯一的意义啊！因为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我的存在啊，所以呢，菩萨的轮回是为了众生啊，菩萨把轮回当作他的快乐啊，当作他的净土，也就像一个扫地的人，他活的目的就是要扫地，把脏的全部扫掉，这就是他的生命的意义。我想一个医生生命的意义对他来讲就是救病人啊，但是如果他把赚钱当作生命的意义来赚钱来救病人的话，那个这个病人造了一种恶业，反而不圆满啊。就像一个老师，他不想要赚钱，但是政府给他薪水，这是自然的因果，但是他的动机呢，就是要让这些学生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知识、专业的技能啊，能够服务社会。那这个老师做到老做到死，他都在积善业啊。为什么？因为他不以自私金钱为动机，他是以服务对方。同样的，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服务社会、服务百姓而出来担任这个工作或选举，他是个善业。但是如果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哦，我现在做议员，我要做立法委员，我议会员这样，我要做市长，市长以后我要做总统啊，想尽办法去攀援。那对他来讲，就算他选上了，依然是造一个恶业啊。所以我想，我们没有神通，我们不了解对方想什么，但是至少我们自己想什么，我们要很清楚啊。所以佛陀说，也不要去批评别人，但是我们自己要做好给别人看，也能够去影响别人。不管你做什么行业，包括出家，也有人利用出家来为了金钱、为了生活有出家。那同样出家，有些人只在过一个生活，而不是在为一个解脱而出家啊。当然佛陀希望我们出家是以菩提心为出家的动机，把众生当作父母，要帮助所有众生离苦而精进啊，让他们脱离暂时的痛苦，希望哪一天自己就近成佛了，能够让他们脱离啊永远的轮回，往生你的净土。那现在我们引导众生往生诸佛的净土，那以这样为目的，不分在家出家，那就是一种菩提心啊。所以要发菩提心，也深信因果，更要读诵大乘经典。那你不读诵经典，你不知道怎么自利利他，而且要劝进行者，要让大家都能够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往生净土。那用各种各种的方法。所以各位现在拿到这一本呢，我们翻了各国语文啊，那这本是翻成英文的，现在我们翻了很多日语的，也现在翻成德文的啊，用各种的方法，透过网络，现在翻过韩国的，然后呢用各种的方法。所以哪一天各位，我们人会死掉，释迦牟尼佛的肉体是个缘起法，有生有灭的，那释迦牟尼佛真理的生命是他的法，他的真理留下来了，但是我们必须把释迦牟尼佛的真理现代化，现代化啊，用现代的语文让能够了解。佛法没有深浅，只要你了解会用就好了。那我们更要把释迦牟尼佛的真理翻译成各国的语文，甚至用各种的文化、戏剧、现代的方法来表现佛法啊。所以这个叫身教重于言教。那我们成为佛教徒，各位，你日常生活待人处事，你要表达出一个让别人学习敬佩的啊，这一点各位太重要了。因为人可以影响世界，
所以你的身口意一直在影响了这个世界。希望我们的身口意是给这个世界正面的影响，而不是负面的影响。所以每个人的心合起来就是这个世界的命运了。由心所造作的行为叫业，所以这个地球好不好，那大家都有共业。但是无论如何，我负责我这一份，我也尽力影响周围的人，大家都保持善念善行，那这个世界会更好。特别我早上说了，今天太阳节，北韩那边有阅兵有可能有战争，也可能最好不要所以我们精进的关心这个事情来修行。所以我经常劝人家说你儿子往生了，生病了，不要紧张，不要烦恼，对他没帮助。我们现在呢，积极的来帮助，我们一起来修行念经做善事你可以去赶快去点灯做烟供就是不要急，不要慌而且在像我看我妈妈的时候，妈妈没问题，开小刀，没问题。我大哥说有问题啦，我没问题。我大哥都老实话，刚才在说，你敢不知道不要说他说母啊，这个严重这个整个大都要切掉不然好就会安装，哇，你说出来。我妈妈耳朵又特别灵我说没问题，他说大问题。因为我大哥是老实人对不对但是我自己很冷静，没有问题。这个小刀，医生说小刀医生不是说小刀，医生说开刀如果没问题就小刀，如果细菌扩散了就要大刀我老人短一样那么老实说然后我还要我妈妈签那个不要急救的申请书，因为急救叫气切已经说这哪开不好叫气切，然后不然叫电击，我说这大条了然后我说我帮妈妈签，他说不行你妈妈还有意识要他自己签哦，这边安怎改水，边那个供边安怎个供，你个供你可能会断开呢不然给电击呢你敢有考虑说不爱用，这不能讲所以各位，这个书下回我发给各位，每个人都要签好，好不好放弃急救，不然跟你弃切，你会多活十年啊，对不对啊？这叫浪费资源。从各位一定去给到世界，敢得个弃切，有需要不？免了。人家欧洲人连那个胃管都不要，为什么？他既然不吃东西，就不要给他吃了，自然生命死亡多好。那是我们华人不行我们的法律也规定医生要抢救到最后一秒这是法律，你不给他气切，不给他电击，不给他那个不行。所以医生说不行，我本来跟医生说我能不能申请我的妈妈去安宁病房这个安宁病房就是止痛这样就好了，因为他老了。结果医生说不行，不符合法律规定，所以我也没办法。他意思是说要多重器官衰竭才可以，所以他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但是我是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对不对他能够安详往生，其他我们来努力，对不对？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他一定要开刀当然我不光我那想，但是我永远尊重我哥哥的意见，这个是兄弟嘛，我不会吵架的我是这样建议，然后我尊重我哥哥但是我也找了很多关系，最好的医生都找来了。如果要开刀就早一点，因为呢这种一直拖一直拖他就很痛苦所以要找到好的姻缘好的关系尽力所以我昨天也有在想，可能我妈妈这两天会开刀，所以我就努力一点然后呢住院，但是也不是我妈妈如此，因为开刀房也还是客满了急诊处还是客满了，那你要去思维，对妈妈如此，对爸爸如此，对别人也要如此，你不能说只有你儿子好，对不对？别人不好所以也没办法。像我在急诊室那几天，那一天那护士脾气不好，我体谅他，他烦死了，他一个人要照顾十个，那个棒流，那个棒晒，那个不套套子，那个他就很烦，他讲话就很大声
啊，先生，先生，你坐好好吗？对不对？因为他们痛苦就要拔掉啊。但是无论如何，各位你都要接受啊，啊，但是你要很平静啊。佛教里面讲，来念一下，无我大悲心啊，就是我们无我就是平静，但是你要保持很积极，以这个大悲心发愿为妈妈成佛，叫菩提心。所以念一下，无我大悲菩提心。啊，这是阿底峡尊者讲的佛法的精髓，叫念一下无我大悲藏。啊，这个藏就是以这个为基本发起菩提心。啊，所以我想世间的变化无常，那我们都要接受。但是这个变化无常就转为佛法，转为佛法。啊，你不需要太紧张，别人说你错，错就错，我就借这个机会好好真心的反省忏悔，就对我有帮助。别人说你对。对，那我不能执着，我要有空性，不能我对，而是希望大家都做对，啊！但是我想面对变化无常，反而你更精进、更努力，啊！不要为这个起心动念。然后我的儿子听到电话，马上来了。哦，我说他来我就赶快出去啊！啊，因为我虽然出家了，他来他妈就来啊，然后他女朋友也来啊，然后他来我门口见到了。他还给我，他还说，这个谁你知道吗？他女朋友，对，我看过电视。哦，你好，啊，意思我是他爸爸，啊，但是他不会叫我爸爸，他叫海涛师傅，啊，我看他一下，哇，两个都长得这么高，我妈妈还也很清楚说，你家比你较大相哦，较老啊，因为我知道我妈妈看到我儿子啊，他就高兴得不得了。超过看过我100倍，啊！然后我儿子，我看他一眼，我要出去，他就比我柔软，他手就拿着我妈妈的手，就一直给他按摩，阿妈阿妈呢，我还不好意思摸我妈妈手呢，啊！但是我儿子他很柔软，他只要在那边讲话，我后来到他还是摸着我的手在跟他按摩，阿妈的欢喜呀，啊！所以这一点，人有人的个性，非常柔软。啊，非常体贴，这样啊，啊，这是他的修行嘛，修忍辱了嘛，对不对？我出家以后，他只能修忍辱，啊，修对人好，但是无论如何，啊，见面了，啊，但是他一定会尽力的，啊，但是我当然了，我妈妈走了，我不会哭，我很冷静，但我知道我儿子一定会哭，啊，他会跪。啊，他会马上跪，马上哭，那是每个人表现的方法不一样，啊，当然对对方有帮助最重要，啊，所以各位爱奉行，咱有福患，那你要两阿弥陀佛，众生拢是老母，我们就尽力了，啊，所以我在急诊室看无人，我就念足大声，阮大人讲念啊大声，念无大家听，我这喉咙很不好，因为我每天都要讲课。但是我还是念真大声，因为喉咙发大声，不要紧，我买在大声，啊，因为我要尽量努力吧，啊，回向所有医生、护士、所有往生者、所有病人，对妈妈最好的方法就是对众生好嘛，啊，累积这个功德，所以我想，当然有人跟说，海涛法师，你今天不要去参加法会，我台南人哦，足重感情啦，啊，高雄嘛，同款啦。啊、你无去吼，人会烦恼；啊，你去吼，大家拢欢喜，安尼功德较大，对不对？啊，所以当然我必须要啊化悲伤为力量，对不对？啊，因为母亲一定有感情，那是没话讲啊。但是变成对她有帮助的最重要，所以要积极的去做每一种功德对她有帮助。啊，就像今天放猪，已经钱已经满了，不够，我也要塞15000。啊，够了，因为我要喂我妈妈。我讲，那我可能还起低嘛一级呢，对不对？啊，就算你救他的命，也要喂他。还底下一个月要吃3000块呢，开什么玩笑？啊，所以尽量每一份功德都去做，但是也不是因为回向给我妈妈，因为我妈妈的缘，我们父母的缘。我们回向给所有众生，那父母得到的缘分就会好一点。但是各位从这里面你要去反省自己，你会生气吗？你会起烦恼吗？你会急个性吗？如果你有个性，
烦恼，那你的力量就很薄弱。各位要记得哦，啊，所以各位，当你为某一件 不高兴的事情在批评、在抱怨、在如何，这个都是伤害你的利益众生的力量。所以我们要讲，再念一次：无我、大悲、菩提心。所以你一定要超越自己，你才能够有大悲的力量。有这个大悲心，无我为基础，你才能够成就菩提心。啊，所以亲人、父母的生老病死，反而成为你的精进的助缘。不要让亲人的生老病死变成一种苦上加苦，啊，因为他的苦变成我们的精进的动力。所以念一下：善思如母重，难忍无量苦，意念昌生情，世世永不离。所以我们自己父母的苦就成为我们对待众生的方法。众生都在苦，啊，所以难忍无量苦，但是没有办法去忍受他们一点点痛苦。当然一样，我就跟医生讲，反正外遇所就不希望他有一点点痛苦，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啊，因为八十几岁了，不要有痛苦，啊，我最好的甘露丸都塞给他了，啊，救命甘露丸，然后呢喂我妈妈吃，但是不要有痛苦，啊，意念昌生情，但是各位要把这个转化对所有众生。不是自己父母离苦了，而是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我们就不离开众生，意念昌生情，世世永不离，啊，所以要把对父母的感恩化为对众生的报恩，要去尽力。那我想如此去做的话，那父母得到最大的功德，啊，所以而不要因为你的先生得癌症，你天天很烦恼很痛苦，这样反而功德帮助不了他，啊，我们尽力的一点都没有放弃他去努力，啊，但是你要做得很冷静很维系。所以蝶界说，在我还是要告诉各位啊，我妈妈最大的好处就是很冷静，她都很冷静，啊，她从来她脑筋比我爸爸清楚1亿万千倍，很冷静，啊，她私底下会讲她喜欢不喜欢，就跟她都在讲的人都照着说，哈林这人来看那边啰嗦，啊，他讲给我哥哥听，我说我在，阿伯你把麦给你拍就好，我让你把他关了，好了，去楼顶念经啊，你都好，我替你转达，大家去听，母啊，哦，叔妈，给还呢，3天没睡觉还跟你哈哈哈，啊，所以我昨天早上净空以后，我终于困一个光光叫，他我问大家讲，哇，母啊，今日困几工，免安眠药啊。我会以为三天没睡了，当然也不用安眠药啊，那么多人来看大家好心啊，啊，好心就发动，快，海涛法师快点都去给念经，哦，连那个管理员看到我的名字说，你们来都来收这啊，对不对，这急诊处呢收客呢，啊，所以没办法，所以人性就是如此。好，各位手上拿到这一本没有啊？慈悲的眼睛，眼睛代表智慧，冷静的去看，啊，但是要看到对方的苦，冷静是空性，啊，但是呢各位要像观音菩萨的眼睛，啊，意念众生苦，所以各位一定要看得很清楚，哪里发生什么事情，哪里个人在想什么做什么，你都要很清楚，这样对你自己帮助众生有帮助，啊，不能散乱，所以各位要修甚深的禅定。但是修禅定看得很清楚，又不能执着。当你很了解一个人，你又想要抓住他，啊，特别女孩子，哦，女孩子久了跟这个人相处久了，就想要把他抓住，啊，包括女生跟女生也会生气啊，啊，女生跟男生会吃醋啊，因为你太了解他，你反而执着他，那不行。我们是非常了解对方，但是一点都不能执着，接受变化。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抓住啊！要有这种牵手，牵手是慈悲，牵眼是智慧，放下，看得很清楚，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不能让你的心乱掉，啊！所以我讲我妈妈的事情，只是我让我更细心、更精进。我几点、什么时候，我都很清楚我在做什么，但我心里不能乱，因为我乱了，我妈妈就会乱。母子连心嘛，啊，哪怕他医生说他听到说他可能要放弃了，那什么他都要很静，因为我要很静，
啊，所以我时时刻刻跟我妈妈心都连在一起，跟我爸爸心连在一起。完了以后，你要跟众生的心连在一起，啊，彼此相应，这个是牵拢。我们跟诸佛菩萨的心连在一起，干嘛把牵拢？啊，所以呢，要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要连在一起。所以在最紧要的时间，各位你更要跟诸佛菩萨连在一起。所以愿阿弥陀佛，愿观音菩萨，愿莲花生大士，愿地藏王菩萨随时连在一起。透过你，你可以把佛菩萨的心跟妈妈的心连在一起，不管他在什么样的状况啊，因为佛力的加持可以让他超越那种变化无常。所以我经常看片子，这个是猪在被杀，这个人被火在烧，我都故意把它看完。那个时候我的心要跟他连在一起，一直以佛菩萨的心连在一起，让他超越身体的痛苦。他一死亡就是一种超度。当他现在正在被烧的时候，你跟不动佛连在一起，可以减到他最低的痛苦，那个是叫咒的意义吧。啊，咒就是不间断的为他念。啊，他正在痛苦，你要很强，而且你要累积很多善根力，再加上这种佛力，再加上你的非悲心信心，叫自力。再念一次，自力、佛力、法力、慧力众生，要把它连在一起。啊，自力就是空性，佛力就是菩提心，法力就是对众生的大悲心。那这样对对方有帮助，那你对你的父母最亲人是如此，那你要对所有众生都要如此。所以我们现在在提倡各位去临终关怀、助念关怀、老人关怀。老人真的很苦，但是你为了要去关怀他，所以你要检点自己，你不能起心动念，你不能很烦啊，你要保持最佳圆满的战备的状态去关心这个老人。当你跟他看一眼，当你跟他微笑，他愿意拿你一个检验品跟你握个手，你要把趁这个机会把所有佛菩萨的乃至三力合合的功德融入在他身口意里面，嗡啊吽啊。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有私心啊，我想要谈恋爱，我要钱啊，我脾气不好，我气魔败，那就是没有这些力量 啊。所以自力越圆满，这佛力越圆满，法力更圆满。就像我们守八关斋戒，你那一天守八关斋戒很清净，你所有的功德变成增上百千万一倍啊。乃至你今天有供佛在天，有太阳宫的加持，那更增加了无量倍。所以我妈妈发病那一天是在准提菩萨哦加持，今天开刀是在太阳宫加持，这个都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会一直祈请啊，那佛菩萨会安排在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因缘，那对他是如此。那我今天讲的不是供我妈妈，而是每一次我去助念，甚至只要人给我一个电话、给我一个相片，我就会坐下来很认真的三力合合、威力众生，很专心。不离菩提心、悲心、空心的去帮助对方。结果我说完了，就是说你要死想我好，就是这样。就是说你的亲戚朋友同爱的人要死，就是这样。你不要说我怕我的独生子要死啊，你这样你等到害你要很冷静，如果你不冷静，救不了对方也救不了你自己。所以我们为什么一波罗波罗蜜多故，你要有这种思维空性，万法无我，快乐买鬼气，痛苦买鬼气啊！你要让他脱离这个痛苦的轮回，快乐跟痛苦就是要往生净土乃至证得涅槃。那你为了这个时候，你要保持这种心态。如果我没有这种心态，所以我要跟我妈妈，我们这个时候修自他交换最好。我妈妈的所有痛苦都在我身上，她那边的痛、那边开刀都在我身上，这样。所以我要用空性来超越这个痛苦，她就不会有痛苦，因为我承受了。啊，各位，你要这样，马上你要借由你去助念，乃至报纸看到了一个领导，一个人被去关，一个人贪污，一个人有小三，你要把众生的跟你的连在一起，你不能说哦，好在我翁爸靠婆查某，那是你不知道，不是无。就是讲你若知，你就去弄病，安尼啊。但是如果你已经演练过了，哦，别人有小三，哦，我先生有小三，我老婆外面有男人，你都可以接受，你怎么去超越？那个你有没有空性嘛？你不是在修行吗？你那个时候你要问问你自己可不可以接受，而且你还会升起悲心，不会恨对方。
要知道对方在造这个恶业更痛苦，他不知道努力是为了解脱或成佛，他努力在造恶业，可怜嘛。所以你要去帮助他，所以不但没有恨，你还要有这个悲心。那为了要就近帮助对方，我赶快要累积成佛的质量，一定要成佛，你才可以帮助这个痛苦无着恶死，病的病，老的老，有钱也苦，没钱也苦，结婚也苦，没结婚也苦。那一天我弟弟来看我，我跟你说哦，我结婚第二天就后悔，我你没来，没我说这么大声。他结婚第二天就后悔了，啊，为什么？哎呦，我来讲不了，你听我，我叫我妹死。我说我早来给我买啊，不是他这个老婆，而是说每一个都一样了。他这个老婆已经长得够漂亮了，要吃素，啊。因为我家就是我最爱，其他的都是高高瘦瘦，他们几个太太都是高高瘦瘦，头发长长漂漂亮亮的，嗯啊，但是问题是什么？也是苦啊，对不对？我王修弟说，哎呀，你娶多一个拢艰苦，啊不我出家要从哪里会花钱？我出家要从啥？我某个某比你某个水，我一世人拢免谈的，你搁来搁谈落开，我跟你讲，结果我还不是出家。讲对吼，我利用你好好想，绝对没生囝，怕死嘛，歹生哦，对。啊，今嘛照顾老母同样，跟村里拢无紧。啊，所以各位，这个就是人世间哪一样东西无艰苦呢？啊，这个世间就是疾苦。你要认为那个事情是个快乐，那对你就是个担忧。为什么？你想要保护这个快乐，不可能的事情。早苦晚苦都要苦。我听到不？哎呀，出离心，然后哄他，哄他，你不要放在心上。我要把我儿子养大，我怎么样？这些都是多余的想法。难道你不会养你儿子？你当然要养，但是不能执着，不能有所期待。那一天有一对很有钱的人，按家传印度饼又来，那他就哎呦，师父，印度饼又不是我介意，我阿不是你传播，你敢管他这？引到后亚郎，但是他儿子带了一个女朋友，老妈不喜欢。我说你真的管太多了，我就劝他，你这个你真的很不公平，你对那个女孩子很不公平啊！你为什么要去管人家？你要去接受她，你是长辈，你要做模范给这个女生看，而不是要求她怎么样。不然你做大哥的做假。我要恭维他，瞪我一眼，意思说阿伯不爱跟你好气啊。我没差，因为我讲真话，你怎么可以对那女孩子这样一眼都不看她？那小看这样呢？然后那让这个女孩子多委屈啊，对不对？她跟你儿子谈恋爱，这个也是个正常的发展，这没有她错啊。那你为什么一直排斥她？啊，所以这样以后，他们两个就算哪天他们结婚了，那你这个儿子搞不好不太会孝顺你，跟老婆去外面住了，对不对？宰上本本了以后造啊。那你以后老了谁照顾呢？我都跟他讲了，他一直看我呢。啊，所以各位你要给他分析啊，这个是坏话讲在前面，你不能这样子对待人家。啊，所以我跟我弟弟讲说，你现在样样好，就天天在抱怨，这个你不懂佛法，你要回去说对他好一点，这样就好了。他散步你就陪他散步，他走路你就陪他走路。他控制我的钱，因为他爱你，他控制你，他怕你外面有小三而已啦。对，我弟弟还长得年轻蛮帅的，那当然会有小三啦，废话啊。所以把你扣住了，他刚都要考我，实在很可怜，你不知道，那不是可怜，你母爱你爱到要死，对，你才知道啊。他如果不爱你，你就离开，你就离开，对不对？那问题是他表现爱的方法，我说这一点你不让对方放心，你要表现让对方放心，放心以后对方也会真心的学佛。以前虽然是接触佛法，但没有深入。为什么？拄到你煞无佛法啦啦呢？一个查某呢，跟爱的查甫都无佛法啦，拄到你啊，你是也完全这种，你就是你，伊害你，其实是你害对方。我还要给他分析呢。所以问题是，你要抱怨抱怨不完。再背一次，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受皆苦。不要去追求什么，有受皆苦。你起毛鸡嘛，你也会痛苦。
啊，我在这边讲课讲得很快乐，我刚刚我真伟大，那你也苦，搞不好得口腔癌。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为了口才，为了声音，为了别人尊重你去讲话。如果你这样去讲话，以前我就跟各位讲过，我们以前有个在家居士，有个维诺，很喜欢做，我都叫他不要做。他做维诺是在表现自己，唱得很好很好，偶尔还跟女生聊聊天，真的得口腔癌而死。我事先就跟他讲了，你这个唱诵不是悲心，而是表现你自己，对你有伤害。还有另外一个出家菩萨弟子，他每天在拜佛，我你卖拜，我说你没力，我拜佛你给我卖拜，因为你拜得很骄傲、啊。你在拜佛，你在让人家觉得，你看我在拜佛，你们都在聊天。你这样拜对你不好，因为你这种骄傲，以后你身体会有业障。后来就跟一个女人跑了，就这样了，还俗了。为什么？因为他拜佛不是一种谦虚，不是一种忏悔，对不对？为什么？另外一种心态，你大家都有读书，我没读书、啊、我拜比你较济，然后用这样的心态来看不起说，你看我拜佛，你看。您塔车郎拢不爱拜佛，以这种心态拜佛，一看就知道那个拜佛不好看。我老婆这一下嘛，看到真痛苦。你要会看对方的心态的动机是对还是错，但是这个社会不可能。我跟你做市长，因的杀心我都爱打呢。我是肉品市长、董事长，还叫做市长呢，开什么玩笑？所以我绝对不会做了。你用几千亿美金给我走，我也不会做。为什么不能做？我们不能随喜任何一个恶业，为了自己的位置，然后呢，他们去杀生，对不对？所以我跟很多校长说，校长，你现在业造得很大。我说为什么？一学校2000个人，中午便当在吃肉，都是你要担的，你还敢做校长？啊，不会做现在做法师了，不会啊，不然你就不要做，因为你做这个校长，为了你的地位，为了你的金钱，你都要担这个责任的。那是一定的，那什么办法？所以各位，这个五浊恶世，你不深信因果不能做的，因为你深信因果，你就不敢做。所以我们对这些现世上同不同情？同情，可怜呐、啊！祝他们不要当选上啊！啊，归去做庙公靠功德，去做庙的主位还有功德。你有力量，你去做庙的主位、寺庙的职位，去帮忙佛教。不要做世间的这些，因为这个五浊恶世做了就是造业，做了就是造业。甚至有很多现世上吃素的，但是为了选举，他可以要讲出一些不应该讲的话，不应该做的事情啊。今日你是吃菜，啊，今嘛三百二，台南都卖出去，你敢免抓一尾啊？讲这尾好吃呢，我吃给您看，那你要不要下地狱？你一个人吃影响千人来吃，你要不要下地狱？所以对这些选举人，我们同不同情？悲心同情。哎，私底下你跟他开杠，我哎，我天天回应我哩，回应你阵廿几啊三百亿，我来跟你回应，我跟你讲，迄种不好啊，真的假啊？我一定要跟你讲，但是你不信那是你的事，你要信，你要赶快忏悔啊，不能为了不达未达目的不择手段，那就是现今人的方法。当然对这些选举人我们给予同情啊，给予鼓励啊，对不对啊？就像我早上送念珠，我念珠唰唰唰唰唰会挂落去，别出白台子啊。三宝加持他啊，希望他们做议员不要去骗人，不要去贪污，就要做议员去劝人家去做好事啊。那他要有福报，如果他没福报他就要贪污，如果他有福报温刀最后压，所以我来做议员，那还好一点，他不用去跟人家为了钱去伤害到真理。所以各位，一个人没福报那就不能做那个事情啊。就像我们出家人，我师父说出家人没福报就会去攀援，为了要盖庙，为了要干嘛，就要去攀援，就要造业，就要利用佛教的攀援，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那不下地狱行吗？啊，所以真华长老说这个叫金忏鬼，他就是要下地狱的，他还敢。那福报没有自己要忏悔啊，不要去攀援。我今天只能用10块钱的房子，我就用10块，我干嘛去用100块？如果我要用100块的房子，那我就要去攀援90块，那就要去找有钱人，就要去念经，就要去搞法会。那这样不是攀援，那这样攀援你就要下地狱啊！啊，我们10块就10块，我卡卡拉恰就卡卡拉恰，我不需要去攀援嘛。
所以我想各位将来不是说在家出家，你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是什么身份，做什么代志啊，你都好啊。在家出家都可以粗茶淡饭，不需要去做这个事情啊。你去做这个事情很苦，你干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各位，有感情、艰苦啊、快乐，就艰苦。因为你去爱着恁囝，爱着恁孙，爱着什么人，你就一个烦恼，惊伊跋倒，惊伊受伤，惊伊感冒。啊，这个感情是个苦，那你要赶快为这个事情去觉悟啊，啊，去想清楚。你不能说我就是要保护他，保护他大，那你永远就在痛苦，你没办法修行，因为你没有出离心，就不可能修空性，也不可能有大悲心。不过佛教是你一个信仰而已，你透过佛教多修一点福报功德这样而已，你跟解脱没有关系，因为你20年来都在执着你的儿子孙子，你哪有解脱的一天？啊，这个习气太强了，没有办法超度。所以各位，这个讲到出离心，那对在家人只能鼓励啊，鼓励啊。出家人就是有出离心才能够叫出家人，但出家人没有出离心的还更多的呢，这样伤害到自己。好，拍摄啊，各位念啊，这样，你是阮老母呢，今麦你个好好各位听我来讲，都是讲多一下，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就歹听了。你要哄一下才行啊！一心念佛，趁我们现在清楚，多思维佛法。好。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开头法师弘法兴庭，9月2日礼拜六上午8点，宜兰运动公园共佛财经大法会；下午2点半，大蒙山时事法会。联络电话：03-938-0380。9月3日礼拜日，大世界菩萨圣诞，上午8点半，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八关斋戒甲尊圣塔启用。联络电话：03-989-8686。9月5日礼拜二，福华喜日，静宝节，念阿弥陀佛，持斋度节200劫，中原地瓜圣诞甲中原节，下午1点。高雄慈悲道场、高雄河村技术学院大化校区篮球场、南区联合举办校庆报恩、乌兰盆、后生点满灯、叫满水、姚江甲大鹏山慈悲实施超度法会。联络电话：07-556-9911。9月6日礼拜三，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善行甲恶行成10000倍。下午1点，台南观世平台乌兰盆孝亲报恩消灾祈福，后生点满灯叫满水，甲慈悲时事超度发挥。联络电话：06-213-1112，06-258-9177，07-607-3377。9月7日礼拜四，下午1点半，云林观音讲堂兴宏教孝月点灯供水摇香，护生甲大鹏山超度法会。联络电话：05-633-1565。9月8日礼拜五，念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持斋度节90劫，
欧姆牛牛圣诞，上午九点半，家己慈悲湖点万灯，供万水，供上地藏经，甲慈祥报父母温酒，好生慈悲时事，甲乌兰盆龙凤法会圆满总回向。联络电话：0525-5888。0525-5888。九月九号礼拜六，今年太岁星君千秋，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加恶行升100万倍。下午一点，台中洲际棒球场，中区联合举办孝亲报恩，互相点灯供水，邀请大蒙山慈悲施舍法会。联络电话：0422-3899-87。九月十号礼拜日上午十点，新竹普愿佛陀院北区联合护生点灯游宫，甲大蒙山慈悲施舍超度法会。联络电话：02-2917-8855，03-533-7368。九月十二号礼拜日暗时七点，桃园高中人文艺术馆心灵讲座。联络电话：03-331-0553，03-347-7666。九月十三号礼拜三，念多谢那佛，大势至菩萨，持斋度做1000劫，自觉母孝千秋，法王圣君千。